台北市总工会日本访问团一行，由团长廖秋才率领，今天上午9点搭机前往日本。台北市总工会理事长林全柱和国大代表洪东新等人都到机场去为他们送行。台北市总工会这次是应日本大阪一般劳动组合同盟姊妹会的邀请前往访问，他们将在日本以7天的时间拜会国际金属工会联合会和日本协议会等团体，以促进中日劳工的关系，坚定反共的立场。